今次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刚刚新落成 Ready to Move In 的楼盘，由泰国大型地产发展商 Anada 开发的一个名为 Fanlio Supervision 的低密度住宅项目来的。项目距离大型购物中心 Terminal 21 只是5分钟步程，无论是想出街吃饭定是购物都极之方便。如果朝早想去晨运或者晚饭之后想散步，只是需要2分钟步程就可以去到 Banjakitti 大型公园了。这个项目只是得168个单位，低密度的设计令到每一位住客都可以享受到私隐度极高、宁静和舒适的居家生活。开放式单位面积由 23.2 至 25.75 平方米，一房面积由 27.75 至 40.56 平方米，而两房面积就由 49.3 至 71.3 平方米。项目的公共设施完善，有游泳池、健身室、商务中心、休闲区和花园、停车场、24小时保安等等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面积33平方米的一房单位，一打开门就是开放式厨房了。来到客厅是呈长方形的，非常之市正。入到睡房了，空间感十足，间隔都非常之实用的。看完这么多关于这个楼盘的资讯，不知道又合不合你心水呢？如果你想继续了解多些，就记得留意我们了。